Come on. <音>你就知道骂他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你知道唱歌为什么会晕镜啊？那是因为他妈妈。那像你说的对，我这个毛病是咱们这个行业的死忌，我已经想通了，出镜和主持的理想是时候放弃了。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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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没说错，他是没说错。你这不晕镜吗？ 我知道你们是在测试我怎么会晕镜的，当然不晕了。哎呦，不是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，请我回来还对我这种态度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小石啊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人唱歌都等半天了。嗯。 阿姨，我来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我还得回去背书，准备考试呢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再坐一坐呀，这不是小石才回来吗？再说了，阿姨还打算给你做好吃的呢。阿姨今天准备给你做什么来着？阿姨，你已经给我做了好吃的野菜煎饼，我已经吃过了，你忘了？哎，我怎么不记得呢？妈，唱歌已经吃过了，你放心吧。 要不然您进去歇会儿，我从唱歌回去，马上就回来啊。吃过了，嗯。阿姨，您早点休息啊。好好，常来啊。哎，好。您歇。阿姨，再见。阿姨，再见。是不是你让阿姨打电话给我的？我开了一天的会，哪有这个时间啊？你看我这黑眼圈。阿姨的病确实很严重，看医生是一方面。 你作为儿子，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他。知道了，那等等，我有车，没打算送你。你看看这个，就是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个同学，心理学的专家，最近刚刚回省城。你的问题，他应该可以解决。就算你不信，我也应该相信科学呀。明天礼拜六，你要有空呢，我让司机送你去见见他。相信我，他治好过比你更严重的人。 可是我这次不能拒绝。今天呢，展爷在这儿教大家手艺。什么叫手艺啊？就是用手做出来的艺术品，不是说活块面、蒸锅馒头。
大家吃饱了就行了。现在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讲究了，你光吃饱了，光吃饱那是喂牲口，是不是？咱们得把咱们这样花卷、馒头、包子，哎，得做的有模有样才行呢。哎，这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唱一梅。你干什么呢？我这讲课，你这抠指什么呢？不是，他这面都粘上了。你注意听点好不好？那什么，你给我讲点给忘了。这艺术大师齐白石都知道吧？知道。你看人家画那个鸟啊、虫啊、花啊，那都跟真的似的。咱们做这花卷、馒头、包子，咱比不上这个艺术家的作品，是不是？咱们起码做的呢，哎，叫人拿在这手里头啊，舍不得下嘴，这才行呢。哎，那怎么吃饱啊，老师？不是我这讲课，你别搭茬好不好？你少，你注意听点好不好？不让吃他。好了，记住啊，展爷的一句名言，厨子也是艺术家，明白吧？下边呢，大家看看啊，咱们先学这个做这个花卷儿。切成四块，哎，四个条，看见没有？这四条一拧，完了，一对折，再一拧，起火。啊，很简单的事儿啊，这太简单，这是基本功啊，大家都赶紧做做，我看看。哎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这样才有饭盒，没了。哎呦，老师，我这个去。别叫老师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叫展爷。展爷，那个，您看我这花卷怎么这样啊？您这是花卷吗？你是和泥的吧？不是，您可真真会开玩笑。就是您刚才做的时候吧，我使劲看，说您这么一拧，那么一拧，那我没记住，我就做成这。你看什么了？我讲的时候你就没注意听啊？你那老抠指抠指你自己的事儿啊？那能会吗？那个，您再做一遍。大家既然来学习，肯定基础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要，这不来跟您学吗？您想想，五个手指头伸出来都不一边齐呢。您看这手指，你看这小手指就比这个短，这大拇指比这个短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有手啊，我知道哪长哪短啊。展爷，你再做一次嘛？他平常很少做面食，你再给他展示一次嘛？看见妹子面上，我再教你一次啊，给你下小灶。看看怎么做啊！看着啊，看清楚了，你先看着。我看底下干什么呀？看什么？这一抻，这一拧，哎，再这么一弄，一花卷起火，会了吧？都快弄弄，我看。再一拧，不是你慢着点，别拉。你看这个，这断了吧？不是你以前是不是干钳工的？
没当过钳工。翻砂工。翻砂工。要不你手那么大劲儿啊？你以为不是拧螺丝呢？啊？不是我过来，我看你手，看你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哪是手啊，这就是爪子呀！啊，说什么呢你？我说你手比脚丫子还笨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你不用我脱袜子，我给你比试比试。够了你！什么老师啊？你在学校你这是要为人师表，你懂不懂啊？我不懂，我就知道做饭。就是忍你半天了，都没想到学校让你来当老师。粗鲁。我粗鲁你还没看见呢，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这叫严格要求。你说你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土门半截的人了，我是。怎么了？这都还哭上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玩儿，呦，还掉眼泪了。五十多岁还玩脆弱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侮辱我！你侮辱我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，你当着大家的面，你给我赔礼道歉。哎，没这规矩啊，没这规矩。我是师傅，你是徒弟，我向你赔礼道歉。我跟你说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学徒，师傅就在旁边站着，拿一根擀面杖，哎，错了，啪就一擀面杖。我说你就欠抽你。你还打人呢你？你还打人呢你？这是课堂，你知道吗？你被人师表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怎么着？不想学，不想学，走人。一分钟我都不在这儿待。那走人。我教授告你一句，我投诉你，太不像话了你。那你哭管什么用啊？你哭就你有理了。我师傅，哎，我就得严格要求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哎，怎么着了你？哎，不是你还哭上了？你有什么理哭啊？你要搞清楚，我是被害者，我被人家开了，活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学校没一个是非观念，向着你这个老娘们儿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粗俗。再见，永别，是吗？哎，哎，你干嘛呀？我打车呀、啊。我叫的车。什么？你打的？我老远我就打招呼了，我跟西柚子对上眼了。这是对什么眼儿啊？强词夺理！你无理取闹。干什么呀你？你先别嚷嚷，我是用这手机上的 PPT 叫的车。什么呀 ？APP B P P P， 在我这儿全是 P。不是你好，我是医院尾号为3838畅女士的。行，给你多两个。对不起，300。您再叫一辆吧。不给面子是吧？对不起，请您出去。你看看谁也别走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快打！幺二零，这打什么120啊？你这是装蒜？碰瓷儿吧你？你这是碰瓷儿吧？你这是你？甜蜜蜜，笑得甜蜜蜜，好像鲜花开在春天里，那个开在春天里。甜蜜蜜，展爷，哎，你不是到我们家吃包子那姑娘吗？在这儿呢。嗨，别提了，腿坏了，让一缺德老娘们给害的。哟，那这老娘们也够缺德的。先别提他了，一提他我跟你出气儿不打一处来。哎，你到医院干什么来了？看病来了？没有，我替我姨妈过来看望一个病人。哦，她就住这个屋，特别巧，她住3处。
您住三床？对对，我就住三床。您就是在那个老年大学里教画卷那个？那个缺德老娘们儿是你姨妈？哎呦！哎呦我的妈！怎么那么重呢？哎呦，他在家干什么呢？他不来看我，是看我笑话呢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展姨，我跟您说，我姨妈可内疚了。她吧，她才让我过来看您的，她就是死要面子，不好意思。您看，专门给您煲的汤，猪蹄儿汤，说吃猪蹄儿补猪蹄儿。用这猪脚补我这人脚，拐弯抹角的骂人。嗯，没有。再说他会做汤吗？他做出来汤人能喝吗？当然能喝了，我就是怕您担心，我让我姨妈从亮汤馆给您叫的汤，您就放心喝吧啊。我亮他自己也不会做。哎哎，等等等等，那里是不是下料了？瞧您说的，我姨妈没那么歹毒。不歹不歹毒，我躺这儿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跟您请假了吗？我带我姨妈过来看望一下展爷。你姨妈？啊，我姨妈就是前几天报名老年大学学烹饪的那个，也算是展爷的学生。哎，别啊，千万别说是我学生，那手笨得跟脚丫子似的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哎，对了，你回家跟你姨妈说说，让她呢买点猪脑子补补，兴许呢能够聪明点。啊，你等等等等等等，是不是你姨妈投诉了我爸爸？对不起，冉婶儿，我姨妈她也不是故意的，她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我姨妈那人吧，平时如果不说话，看起来还是挺温和、挺斯文的。太好了，你回去告诉你姨妈，你姨妈干了件好事儿，干了个漂亮事儿。哎，你不要搞错哟，啊，我是受害者，她是肇事者的代表，你是我亲儿子，你哪头的？你胳膊肘往外拐啊？就他这个脾气啊，是得有人管管。爸，你得改改。你要是不改，将来在社会上早晚得出大事儿。怎么跟教育儿子似的？完了，完了！儿子当着老子面想当老子，伤自尊呐，太伤自尊了。所以说啊，你对人家得客客气气的啊，哪像我在家里敬着你、让着你、哄着你、宠着你，憋死你！有水吗？我渴了。有汤。行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呢？那是汤，那不是水，咋渴成那样呢？刚从陕甘岭下来啊，人家给我送的汤，我还没喝呢，你咕噔咕噔，你这一桶都下去了。那怎么个意思？我给你吐出来。吐出来，吐出我就喝。你看，这就是我爹，是不是得治一治他？是不是得整整他？回去告诉你姨妈。别内疚，干了件好事儿，全当为民除害了。滚蛋！姨妈，任务完成了。不好，满腔怒火。您要是不亲自来道歉呀，我估计很难弥合。哎，您知道他是谁？姨妈，我有点事儿先不跟您说了啊，我就再说啊，拜。我是让你来的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一大早上就在你家门口等你了，你没搭理我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你，是不是跟你过来了吗？你就一直在这儿等着？可不嘛，哎，我们何总交代了，今儿要不把你送到那麦克博士那儿，他不让我回公司，你帮忙，姐，啊，帮忙。好吧。哎，姐姐。哎，姐姐，我打听打听啊，你跟我们何总什么关系？能问问吗？小屁孩，微信呗，啊！你眼睛没事吧？我没手机，没手机没关系啊。跟哥哥说，哥哥给你买一部，啊，说，要什么牌子的？怕你买不起。哎呦，
还有哥哥买不起的东西呢。来说个牌子我来听听。来，傻帽，别跟这丢人现眼的，赶紧给我滚蛋。我就忍不了这种人挑事儿，你坐好了，阿姐。警长，您放开！我见义勇为，做好事呢。你跑什么跑？跑就是心虚，人是不是你撞的？你别多管闲事，行吗？放开！写这儿。你啊，趴着。啊，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展大炮，我跟我哥这辈子遇上你就八辈子血没了，你怎么不去死啊你？闭嘴！你们俩认识啊？陆焕的弟弟。我就知道你小子会闯大祸，啊！让你学手艺你不学，偏要去打工，打工你就好好打吧。是他先挑衅我的。你嚷嚷什么呀？你都把人撞成那样了，你有脸嚷嚷啊？就是现在疼的人是他，不是你，他会死的，知道吗？患者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颅内大出血，情况很不好。家属来了吗？人呢？人呢？我弟弟人呢？小声点，这里是医院。医生，我是马达的姐姐，她人没事吧？还要继续观察观察，做好心理准备，随时向病委通知。是哪个混蛋害了我弟弟？别给他没完！你不要这样啊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好吧？我怎么冷静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弟弟要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他没完！是不是你啊？啊？是不是你啊？啊？你别碰他，跟他没关系。哎呦，
关系，跟你有关系了。上！小子！哎哎哎，让这小子跑！你也是，遇到这种事你不躲一躲，还往上冲。我总不能看着别人打你啊！再说了，凭什么他们打人呀？你怎么不再还手呢？打打吧，打两下，我心里还好受一些。就因为他是路飞的弟弟，不，路焕的弟弟。这小子也挺可怜的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你就不应该对那些人心慈手软。行了，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别跟着我了。什么叫跟我没关系啊？啊，我是整件事的见证人，好吗？再说了，既然我遇到这事儿，我就不能不管。哎，就算我帮不了你什么，我起码我可以陪着你啊。去哪儿？药房。哎，我自己贴吧，我自己贴吧。咋了？还瘦瘦不亲了？我是怕你贴的难看。嗯，你贴贴。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，躲远一点啊。让人挠坏了怎么办？受伤了怎么办？毁容破相了怎么办？平时挺酷一人，怎么这会儿这么啰嗦呀？看你婆妈的气儿！什么情况？还阻止我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服长辈管教啊？这就是给你们的自由太多了，以后我得收一收。不过你说这个路飞能跑哪儿去啊？马达他们家人肯定会报警的。咱们得赶紧劝路飞自首。真心希望这个马达赶紧醒过来啊，太吓人了。喂，昌哥，我在你家呢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马上就到了。拜拜，大姨妈。我送你回去吧，太晚了。回来了啊？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哎，姨妈不是让你帮着去看病人了吗？啊，我不是跟您打电话说了吗？您怎么还专程跑一趟呢？哎呀，我话还没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上了。你说让我猜那个人是谁？哎，你都不跟我说清楚，我猜了一天都没猜着，那谁那是？那个人我认识。你认识那个蛮不讲理的坏老头啊？啊。他就是展昭的爷爷，啊？还有这种事儿？那世界也太小了吧！展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这人你们俩都认识啊？那莫不是到了开封府了？姨妈，你懂得太多了。不是，那什么意思？别闹了，我这么跟您说啊，展昭是展大鹏的儿子，展放是展大鹏的爸爸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吧？展大鹏，就是那个詹 Sir。那展大鹏不就是那个方先生的前夫？是你老板呢？可不吗？也就是说，今天你跟我上司的爸爸杠上了。哎呦，天哪！不是，这老头也太不讲理了，没素质，满口的粗话，蛮不讲理，一点都不像有修养的人。行了行了，少骂几句吧。再怎么说，人家被你送进医院了。不是，这事不能赖我呀。哎，你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他真的不能赖我。你知道吗？他在课堂上侮辱我的人格，他举着擀面杖说要打我，还说我这手还不如他的脚丫子灵活呢。对了，就那出租车是我拦下的，是我先拦下，他非得抢，非得抢。这，哎，他那脚现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能没事儿吗？您那手能有准吗？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医生说了得住几天院。哎呀，你说那这事儿要是让那老板詹 Sir 知道了，他会不会挤得你跟小媳妇穿呢？当然。
不会了，这恰恰相反，他还说啊，让我感谢您，说您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，说一定要想认识认识您。真的？你说这是亲儿子吗？这太懂道理了也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手怎么贴上创可贴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创可贴就擦了点皮儿，擦了点皮儿，不是已经包上了吗？我这是小事儿，詹 sir 摊上的是大麻烦，我都替他犯愁。摊上大麻烦？你冷面大叔摊上什么？摊上大事儿了。伤者醒过来，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，目前来看，伤者情况基本稳定了。来看看马大，给他安排。谁让你这破东西啊？人呢？怎么着？做贼心虚不敢来呀、啊？把我找来。我保证，他不会跑。你凭什么保证啊？我早看出来了，你们俩就一伙的，一丘之貉。我们呢是来了解昨天事故的情况的。你们谁是马达家属啊？哦，我是警察，我是马达的姐姐。那你是？他。他跟肇事者一伙的，跑啊！抓着没有啊？詹 sir 不让我管这件事情，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。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昨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告诉你有用吗？现在就是希望那个马达赶紧醒过来，千万别挺不过去，如果出人命可就麻烦了。喂，喂，你好。你是唱歌吗？啊，我是哪位？哦，我是派出所的。你是路飞肇事事件的目击者吧？我们想请你过来做一个调查。派出所的，我能跟警察叔叔说我肚疼不去吗？你说呢？还敢跟警察叔叔抖机灵，这是公民应尽的义务。警察叔叔，我这就过去。啊，这是公民应尽的义务。哥，你总算接电话了。警察找唱歌了，就是路飞那事儿，让他去派出所呢。好，警察同志，我们是来协助调查的。唱歌是吗？嗯，我是唱歌，我是来尽公民应尽的义务的。还挺懂，一会儿到询问室问什么答什么就好。詹 sir，你来了。我去医院了，马达醒了。啊，谢天谢地。你别紧张啊，路上我已经跟警察聊了，人家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如实说，放松。唱歌，对面等。事发路口没有监控摄像拍到事发过程，现在呢，我们也联系不上路飞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刚才你不是说你是他哥哥吗？我，他从医院跑了以后，我也没见到过他。这小子会不会藏在家里啊？一会儿我们希望你能带我们去趟路飞家。那个警察同志啊，路飞的妈妈呢，岁数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我担心。他受不了这种打击，能不能先让我一个人去？谁呀？门没锁，进来吧。哟，是大鹏啊！你瞧，你来了又拿东西，来来，先坐，先坐。那个，不过，你最近挺好的吧？挺好，我挺好。就小飞，他不是去上班了吗？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忙的也不回家。你看昨晚又没回来，我挺担心的。他可能需要加班吧？你看啊，现在钱儿都不好挣了。这能有那么忙吗？我真的挺不放心。你要有空帮我去他上班的地方去看一下，行吗？你这样，龙妈，如果他要是回来的话，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找他有点事儿。人没回来，你要知道故意包庇犯罪嫌疑人的话，警察同志，人真不在。我个人的基本觉悟还是有的。行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们了。你那边有什么消息，马上通知我们。
蒋哥，我给你下面。啊，哎呀，你看一脸官司，你看他也不吃。路飞没在家，不知道这小子躲哪儿。你说这小子会不会跑路了？没准昨晚就离开深圳了。要是那样的话，可就麻烦了。路飞现在在小麦网上班，给何时打工？会不会在他那儿啊？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他能去打工吗？他要是有这份责任心还好着呢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小麦网那个何时不是你以前的熟人吗？你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呗。哦。没有啊，我今天没见到路飞。昨天我不是让他送你去见麦克红博士了吗？你跟博士聊得怎么样？路飞开车把人给撞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车是公司名下的，其实今天警察已经来找过我了。你要是有他消息，一定得告诉我。好。何总，我该怎么办呀？要是丁信成故意伤害，可要坐好几年牢，这还是好的。如果那个人死了，哎呦，你别吓我了，吴哥。何总，我这是按您的指示，我送唱歌的路上发生这事儿了。你说那小子要不调戏唱歌，我也不可能动他，你不能不管我呀。放心，你是小麦网的人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实在不行，去东南亚躲几天吧。东南亚？东南亚不行，何总，这我要走了，我妈非疯不可。看不出来啊，还是个孝子。吴凡，哎，给他安排一个安全点的地方，这几天别到公司来了，一定要保证路飞没事。好。怎么会闹成这样呢？把人给撞了，还逃跑了，我现在真的特别想有特异功能，把他救出来，痛打一顿。这小子别出现，要是出现了，别说警察了，别说马达他姐了。我都会把这小子的腿给打折。行了吧，你也就是说说而已。哎，路飞这事儿真不打算告诉他妈啊？等等吧，咋话？哎呦，我本来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，可是就是静不下心来。我一想到这事儿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要说不好是我不好，你那么大压力干嘛？这事儿跟我也有关系。如果不是何时让他带我去看什么心理学专家。又或者是我果断推掉，再者就是我可以拦得住，这事儿也不会发生了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这事儿已经发生了。行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哎，你刚才说，你跟何时是朋友啊？啊，我们认识。是他介绍你去看的心理医生吗？嗯，他也是一厢情愿。两年前我妈这事儿发生的时候，我也不是没去看过心理医生，可是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。哎呀，其实我对这个外国回来的这个心理学专家博士什么的，我都没抱什么希望，我本来就不想去的。我呢，恐怕得先把路飞的事儿解决了，才有时间和精力再顾你的事儿。我明白，陈三儿。展爷那边，你是不是忘得一干二净了？一会儿我就去。要不我跟皮卡哥替你过去？我自个儿去。这老爷子脾气不好，一急呀，哼，断绝父子关系那是常有的事儿。有那么多事需要你去处理，有那么多人需要你去照顾，詹三儿，你累吗？这两天好点没？你看我现在这德行，我连床都下不了。慢慢养养吧。养个屁啊！医生说我随时都可能瘫痪。城市孤独的游荡，霓虹。
闪动着映在脸庞，风雨中摇晃着冲破土壤，哪怕被荆棘划下了伤。多少次听见心跳的狂响，看温暖的光晒干悲伤。平凡的人要给自己一个肩膀，相信我，明明就在路上。遇见的风很大天很长，就该勇敢去飞翔。奔跑的心会长出翅膀，每一点痛都给我营养，让我不顾一切不顾一切成长。拥抱的梦很烫，光很强，你就别怕多疯狂。生命应该叫艳的绽放，浇灌了希望，我的梦终会被点亮。拥抱的梦很烫，光很强，你就别怕多疯狂。生命应该笑颜的绽放，每一点爱浇灌了希望。